常看特摄的观众老爷们也许都听过这样一句话，所谓令和就是令气氛昭和，纵使假面骑士们为了卖玩具变得再怎样花里胡哨，他们依然会或多或少保留些早期昭和骑士的经典要素，有些角色甚至毫不遮掩，主打一手流氓属性大爆发。那么这些新生昭和骑士到底都是怎样致敬前辈的呢？第一位，假面骑士 Joker， 维护着丰都和平的最后王牌。在说 Joker 之前，我们不得不提一下他的完全体形态假面骑士 W， 这是自昭和时代完结后出现的第一位绿加黑配色的骑士，右半身晃眼的金属绿与后颈飘逸的白围巾都是回归假面骑士一号原点的证明。而当疾风散去，王牌逐渐残忍，翔太郎独自使用着单机专用的迷失驱动器变成了假面骑士 Joker， 他的原型不再是一号，而是假面骑士 Black。 据石森老爷子所述， Black 的黑色代表悲情、邪恶、愤怒、强大，这些要素同样也适用于失去搭档后一人孤独战斗的 Joker。 血红的复眼、漆黑的身体，还有超乎常人的强劲格斗技巧，虽然他的基础数值比二人一体的 W 更低，但翔太郎纯靠战斗经验加记忆体特殊能力发挥出了媲美 W 獠牙王牌形态的能力。第二位，假面骑士 Black Sun， 这个不用说也很容易看出，与 Joker 一样致敬的是假面骑士 Black。 至于令和版为啥要在名字里加个 Sun， 其实也非常好理解，原作中的变身者南光太郎自称太阳之子，且他的劲敌影月名字里也有个 Moon， 日月之间就完美对应了起来。原版 Black 的造型比较像是穿着盔甲的人类，而 Black Sun 则着重于怪人该有的生物感，并非在原先基础上做简单修改。且小城个人认为复眼颜色是整套设计的点睛之笔，假面骑士 Black 的复眼为红色， Black Sun 却是纯黑，仅在帝王使能量全开的情况下才会转为红色复眼。这一改动使得正常状态下的 Black Sun 看着更加诡异吓人，红幕开启的瞬间又像是怒气值拉满，表现出极强的压迫感。包括剧中出现的假面骑士影月也是同理，除了拳打脚踢外， Black Sun 在战斗中还会利用自身肉体拥有的器官作为武器，例如嘴、爪、刺等等，肩上的蝗虫腿亦可作为长剑拔下劈斩对手。不过这个虫腿剑和假面骑士影月一样是一次性武器，一旦使用便永远无法再生，突出一个真实感，平成年代的昭和骑士究竟有多惨。第三位，假面骑士 Amazons， 听好了粽子，2018年要拍一部超屌的平成收官作，所有平成主骑都会客串，你猜谁收不到邀请？万万没想到，曾经被称为昭和萌物的阿玛总，几十年后竟被重置成了五等分的粽子。抛开两个反派不谈，来说说三位主角来打。同为粽子，三个角色并非完全相同。小优变身的阿玛总 Omega 被称为家养粽子，前期战斗经验不足的情况下，不仅要与人类合作，而且还得借助腰带里抽出来的匕首、镰刀等武器辅助杀怪。人数变身的阿玛总 Alpha 是野生粽子，老练且凶狠，从初登场起便一直赤手空拳的暴力解决对手，从不需要任何后援，永远孤立独行。即使双目失明变成白内障，依然能靠声音和气味精准锁敌猎杀。最后人数儿子千亿变身的 Amazon Neo， 又是与前两位截然不同的进化版新种粽子，不仅装甲机械纯度更高，腕部还能生成多种特殊武装使用。单论性能的话， Neo 无疑是在 Omega 与 Alpha 之上的。第四位，食管者三人小队，出自时光剧场版 Overquarter 的三位敌对骑士 Zongis、 Zamunas、 Balux。他们都有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借用了生于平成时代却被平成系列除名的前辈骑士的力量，且名字也源于那位莱达原名的重组。好比我们上面刚刚提到的阿玛总，到了强龙黑手里就变成了假面骑士 Zamunas， 因为粽子没有变身姿势，所以相对的他也没有任何花里胡哨，仅仅在着装时有一波热浪特效。只是小陈有些不理解，你说你借了三个粽子的力量，身体却只有代表仁义父子的红蓝色，那我小优呢？真就一点绿都不带是吧？好歹别人也是唯一活到最后的真主角啊！假面骑士 Zongis 代表着著名的三大黑护骑士真、ZO、J 的力量，变身特效里藏有类似真第三只眼的红色宝石，手势与特效则与 J 和 ZO 基本无异。三大黑护虽然播出于平成，但由于骑士之父石森章太郎的参与，被视为是昭和骑士电影，而石森老师参与的最后一部 TV 作品是假面骑士 Black RX， 因此石管者的老大以萨便借用 RX 之力
里变身成了假面骑士 Bulkus， 同时掌握有 RX 两大派生形态机械骑士与生化骑士的力量，武器则是与 RX 同名的光子剑。 Bulkus 甚至还用它施展过御剑术，怒捅过沃兹这个二五仔的腰子，属实是有些离谱了。活在令和时代的昭和骑士究竟是怎样的？第五位，假面骑士 Zero One。 时至今日，如果还有人真正喜欢01的话，那想必绝大部分都是被它的造型设计所吸引。01的基础形态回归原点，使用了昭和一号骑士经典的绿黑配色，搭配红银两色线条点缀，既拿捏了致敬，又充满着新意。名字01在日语里也和日本年号令和谐音，代表它是令和时代的第一位 Lida， 很符合变身者喜欢说二流冷笑话的搞笑艺人的设定。到了 TV 第40话后，01又升级腰带，进化成了假面骑士 Zero Two。 乍一看02和01造型非常相似，这是因为02致敬了假面骑士2号，本身2号与1号区别就不算大，如此设计也合情合理。主角飞电货人在02诞生前提出的几个备选名称同样和昭和骑士关系颇深，例如 Super Zero One 源自假面骑士 Super One， Stronger One 源自假面骑士强人等等。前段时间播出的界外者第6话中，02与亚克林合体达到了第3技术基点，再次进化为了假面骑士 Zero Three， 红白绿色的分配更加鲜明，加之标志性的 V 字手势，无疑是借鉴假面骑士 V3 的角色元素。为对应 V3 拥有26个秘密的设定，03自带的武器数量也比01、02更加丰富，相信用不了几年时间，04和05就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与我们见面了。第6位，假面骑士 Century 世纪。诞生于2071年的未来骑士，需要来自过去与未来的两位变身者联手才能成功变身。与01一样， Century 的设计原型依然是假面骑士1号，但相比01而言，它的外形却并没有那么1号。原因是在剧场版令和第一世代里已经出现过了用高科技技术重制的假面骑士1型，若再想用相同主题制作这位未来1号，那势必要与1型做出区分。最终得到的答案便是我们眼前的假面骑士 Century， 银白色的身体相比1型更具简约高级感，头、胸、四肢点缀有少量蓝绿色透明铠甲，遮盖原本代表邪恶的暴走形态特征，腰间的台风腰带与脖子上的红色围巾又能一眼让人看出它是一号的进化姿态，与类似主题的假面骑士一型做出了完美区分，着实是近几年里相当优秀的剧场版角色设计。战斗方面， Century 虽然还是熟悉的拳打脚踢，但其体内蕴含有圆环粒子毁灭旋风，威力与恶魔迪亚波罗不相上下，大招更是有光之巨人同款八分光轮，并非局限于骑士踢、骑士拳这些传统必杀，着实是酷炫。第7位，假面骑士 Gazer Zero， 使用欲望大奖赛特定存在才能使用的最高位装备无限驱动器变身的特殊形态。同为致敬假面骑士一号， Gazer Zero 使用了前辈们少用的樱岛一号配色，腰带中间酷似台风腰带的红色圆点以及标配的红色围巾都是其致敬的证明。不过 Gazer Zero 的变身者内梅鲁和其他 DGP 制作人一样来自未来世界，且无线驱动器的性能再怎么说应该也差不到哪去，考虑到这些再看他脖子上的围巾就感觉有些廉价了。以小城来看，如果在围巾上加入些科技纹路或是做成透明材质，也许会更符合未来骑士的主题。至于战斗方式不必多说，即使有 Gazer 那样操纵浮游炮的能力， Gazer Zero 依然是以拳脚为主。而在经历完与洗头哥十三张太郎的联手一战后，他便从此退场，再无戏份。好了，本期的视频到此结束，我是小陈，一个永远不会拖更的男人。